欢迎回到黑后的瑜伽教室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核心练习，让大家爆汗流汗的，赶快我们来到垫子上面。我们先从躺着开始，双脚向下延伸，身体往后躺，让你的头颈部都可以贴到垫子，双手放一个菱形放在你的下腹部的地方，膝盖先弯曲，脚掌踩地，把你的身体摆正，让腰背都可以贴平地板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启动一个很重要的安全锁，也就是你的尾骨要帮我往内勾进来，像钩子一样。这个动作可以帮助你启动腹部，而不是用到你的腰椎。膝盖收向心口，保持尾骨卷好，双腿往上踢直。你可以压脚背或是勾脚跟都可以。保持尾骨卷好，腹部往内收，吸气的时候轻轻的往下降，吐气的时候帮我把双腿带回。好了，双手扶在你的后脑勺的地方，头左右动一动，手没有拉头，只是托住你的后脑勺而已。吸气降腿，吐气往上拉高，我们做20个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没有音乐好闷哦。八、九、十、十、九、八、七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 hold 在这里，来，准备好双腿上下的打开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零，回到这里，双手解开，双手食指互扣，帮我来到一个大拇指扣在一起的动作。准备好，吸气，延伸脊椎，吐气，双手向上，好像要去搓向你的双腿中间。吸气往上，吐气搓左，吸气上，右。很好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双脚膝盖收，身体抱向你的膝盖，头左右动一动。好，来，准备好，双手再一次护住你的后脑勺，手不要去拉你的颈椎，托住头就好。吸气，右脚延伸，手肘去找你的膝盖，吐气换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 hold 在这里，双手再一次抱你的膝盖，双手解开，手来到这个高度，双手吸气向上高举过头，吐气，双脚向你脚趾的地方踢直。hold 在这里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来，轻轻的吸气，放松全身，深呼吸，吐气，帮我翻向侧边，双手肘撑地，好，来，左手撑地，记得肩膀放松，侧肋骨向上提，力量集中在你的侧线，不要垮在肩膀上面。
上面的脚往前踩。我们先做有辅助轮的版本，脚用力往下踏，臀部提起来，来到你的侧棒式，吸气降落，吐气推，一、二、三，肩膀远离耳朵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很好，脚解开，来到你的侧棒式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穿山洞，髋稍微的盖下来，吸气拉高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hold在这里，来，屁股再绷紧，再把臀往上推，脚轻轻往上提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加油，不要放弃，八、九、十， hold 在这里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腿并拢，屁股有控制的放下来，我们换边，双脚晃一边，或是你直接翻面都可以，双腿向下伸直，手肘撑地，一只脚在前当辅助轮，先把你的身体找到一直线，手肘推，肩膀放松，侧肋骨向上提，脚掌踏稳，臀部推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找到你侧线的力量，八、九、十，很好， hold 在这里，腿绷直，屁股往前推，上面的脚辅助轮拆掉并在一起，加油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哦，吸气手拉高，吐气翻身，吸气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很好，加油，手 hold 住，臀部再往上推，脚轻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很好，加油，可以的话 hold 在这里，或是腿抬高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手下，臀部轻轻的落下，我们把双脚膝盖稍微的收进来，好，从这里我们稍微舒缓一下下，小腿提起来，吸气的时候双腿打开，手掌推在地板上，吐气夹你的大腿向侧边提远，我们会练习到侧边的腹部，吸气打开，吐气推，吸气开，吐气推，三，推，四，推，五，推，六，推，七，推，八，推，九，推，十，推，好，来，推远在这里，吸气降落，吐气提起来，二，加油，侧腰会很酸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后在这里，三，二，一，好，来，轻轻降落，我们还有另外一边，好了，双腿荡一下，这个算是比较休息的 part， 好，来，屁股调整好，手肘撑地，小腿轻轻抬起来，吸气的时候打开，吐气的时候腿帮我伸直向远方，大腿记得要抬离地，吸气开，吐气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
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来 hold 在这里，吸气下，吐气提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来 hold 在这里，三、二、一，很好，吸气，轻轻降落，来翻身，棒式，加油哦，最后了，手肘撑好，膝盖抬离地板，胸口往前，越过你的双手，走一些些，臀部绷紧，尾骨勾进来 ，hold 在这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很好，吸气，左臀碰地板，二，右臀碰地板，三、四，尾骨勾好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加油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 hold 在棒式，前后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尾骨勾好，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很好，膝盖轻轻的坠落，双手掌把你的身体推起来，膝盖稍微的走近一点点，胸口往前延伸，手臂往后夹好，再一次把腹部收，尾骨勾起来，伏地挺身五个就好，手臂夹好，胸往前延伸，吐气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轻轻的吸气，把身体放下来，下巴或额头点地都可以，身体完全的放松，在这里一个深呼吸，吐气，手掌推在胸肋骨两旁边，手臂往后夹，吐气，慢慢的把眼镜蛇带上来，一个深呼吸，吐气推，把身体推回你的婴儿室，在这里休息一下下，辛苦大家，这就是今天的腹部集中，全部腹部都有，上腹部、下腹部、侧腹部，连你的大腿、臀部都有一起练到，希望你喜欢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No,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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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,